么介绍台铁的便当。万大平翻起来，我看看，妈妈看一下有什么，有卤蛋，还有嘞，打开来，还有排骨，还有嘞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打开来，这是什么？卤豆包，最后一个。把卤排骨关起来。那你要吃吗？你看我要吃了，那我们去吃吗？好，这里是北投车站里面的小火车。酷哦，我们要走进去，你要弯腰啊，快点，你走进去我看一下，快点啦，你把它打开，然后你走进去，然后你要蹲下来，然后把手举高。啊，你去，你去吗？火车在哪里？你要看火车吗？没有。你最喜欢的，我把它录起来放给你听。往新北投，是新北投接近欧型的大摩机，请站台。北投，北投接近。爸爸拿车车来了，车车，你没有，你一买两台，一台给谁？啊，你没有买一台给我？对，你再去买一台给我。
生气耶，小屁股爱生气，我妈去吃饭饭了，快点，你要不要吃卤肉饭配肉松？等一下，好，慢慢弄。阿公说什么？阿公说你又买一台哦。你跟阿公说不是，我们又买了几台？买了三台。